头家，你嘛算较俗诶。真俗啦。啊，毋是无手机啊。两张 To You 卡，拜雅 To You 预付卡，稍等。拜雅当时出什么预付卡，我哪唔知？明天要 Morning Call 了，还打电话跟妹妹拉嘞哦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你不怕当卤主哦？买那个，买那个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哦，你是皮卡丘的弟弟哦？啊，就皮这痒啊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你讲话很机车哦，你追我车哎。你在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听不懂的 ，To You Car 懂，泛亚 To You Car， 你挂的 Car。老板，我们的 To You Car 嘞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这个呀，这个呀。现在买泛亚 To You 预付卡，前六个月每个月送200元通话费，花600元最高可奖1500元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